兄弟姊妹，嗱，四眼哥哥咧，而家就配咗21日，咁就我啊收到風啦嚇，咁就而家要去荔枝角對數嘅，即係佢荔枝角咧就還押咗14天。咁另外上次有一單咧就8日，就同呢單係應該冇關係嘅。咁所以有啲人計條數咧，就上次8日，今次14日，咁應該就放人啦。咁而家我聽到消息就係唔係嘅，佢要去翻荔枝角對數，極有可能咧就係要坐多7日。所以咧，即係呢個係非常之離譜嘅啊！所以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嚇、你各位手足出嚟抗爭或者乜嘢，第一我哋要準備有啲即係法律嘅顧問幫手。另外大家就真係要執生啦，係嘛？但我哋唔會因為咁樣退卻嘅、大家繼續支持呢一班年青人，係嘛？因為佢哋所做嘅事咧，全部都係正義嘅。OK， 而家咧已經進入一個白色恐怖時代。咁啊，小弟嗰單官司咧，就10月9日咧，就喺呢個東區法院咧，就進行呢個審傳覆核。梁振英係第一證人，咁我嘅罪名咧就襲擊梁振英。咁啊，諗起都興奮，係嘛？香港歷史上第一個行政長官聽自己俾人襲擊，如果你咪真係毛都冇選得跳 ，OK？ 第一個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進行議會抗爭嘅時候，結果係俾人告襲擊行政長官，又係第一，屌你真係，你係問得咁多噶啦，其他人係咪？係嘛？你其他嗰啲成日喺度掟嘢嗰啲，屌你佢點會問得咁多啫？係咪？係嘛？喂，跟住可以預見上到法庭，咁我見到梁生，我梗係問佢：你係行政長官係咪啊？係。你係第一個行政長官聽自己人打係咪啊？係。第幾屆？你知可以答係定唔係咁？你唔記話嘅，真係打。OK， 嗱，我哋繼續支持四眼哥哥好唔好？好。無懼性自己夢。無懼性自己夢。无惧性自己梦，无惧性自己梦，打倒港共政权，打倒港共政权，声援郑锦满，声援郑锦满，支持郑锦满，支持郑锦满，打倒六八九，打倒六八九，六八九落地狱，六八九落地狱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而家可以散去啦，好唔好？咁有消息咧就我哋喺网上话俾大家听嘅，咁正路咧就系应该佢而家去荔枝角对数。對完數，如果即係佢可以講得掂數，放就放，唔係就可能要坐多7日都未定嘅。OK， 咁我諗即係對四眼哥哥嚟講，佢都冇乜所謂㗎啦，因為我都去探過佢嘅嚇。OK， 咁因為如果佢再坐7日咧，咁我可能未夠時間去探佢都未定。咁但係如果佢出嚟嘅時候咧，就我哋大家最再去即係聲援支持佢，好唔好？好，係咁啊。